一块面积不大的绿地，可是里面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，像是国宝级的大安水蓑衣，以及富有丰富生物的生态湖。而这片看似简单的绿地，可都是东安社区的义工们携手同心打造出来的。我们所有乡亲大家自主设计哈，将这一块啊，依照已经荒废很久的一个用地哈，啊，经过我们自主设计之后啊，变成一块啊，充满啊，这里这啊，集啊，环保啊，生态啊，保育护育，而且又节能减碳的那个啊，这个这绿地哈啊，绿地啊，这个这神奇宝地来哈。东安社区为了让区内的环境规划能更好，结合农村再生计划，把社区内闲置脏乱的荒废地变成美丽的绿地。而为了让绿地更有意义，特别结合环境保育，增加生态湖，以及将不要的漂流木和轮胎变成绿地的装饰。我之前如果从这边只要进出的时候，我的眉头都是皱的，现在从这边过去，我整个心都宽了，觉得蛮高兴的。从我家就是一脸在对面去，第一户就是我家。我看到这边的话，就是那么遥远，可是我觉得心很宽，所以这是很好的。东安社区也表示，这片利用三星期的时间打造的绿地，都会有社区志工一同来维护。现在有了这块绿地，也让地方民众多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。东安社区赞！记者田兆伟台中场报道。